我是嘉婷。我哋每個月都會有一個 V 加 G 可二份樓市指數的報告。咁究竟我哋呢個二月發生咩事呢？咁近排大家都知道樓市回暖啦。咁我哋通關嘅時候都見到好多人咧嗰啲睇樓團啦。咁佢喺一月份的新樓同埋嗰個二手樓的價格咧，嗰個比例是咪有上升緊咧？係，我哋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睇到咧，一線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咧，同比係漲咗2.1% 嘅。咁一線城市就比如話有廣州啦、深圳為對表啦。咁其實其他嘅即係上漲嘅城市個數咧，就比上個月咧係增加咗21個同埋6個嘅。咁其實一線三房嘅價格回升咧，其實同最近發布咗一個私募基金嘅條規，其實我哋去睇到咧，因為呢個私募基金咧，即係啲人咧就可以通過基金嘅形式咧去買房啊，即係去做投資啦。咁佢哋用嚟投資嘅話，即係啲房企咧都會有新嘅嗰種資金嘅渠道啦。哦，咁幾好喎呢個。咁佢哋投資嘅話，佢哋一般都會揀嗰啲一二線嗰啲城市啊，即係比較有投資價值嗰種。投資價值。咁即係結合呢種情況下，咁樓市上升肯定係必然嘅啦。咁啊，真係唔錯啦。然之後都聽講話有啲城市啊，即係比如話好似上海啊、鄭州嗰邊啊，佢哋啲房貸利率咧係喺度上調緊嘅。哦，房貸率已經開始喐緊啦，係喐緊嘅，有啲城市已經喐咗噶啦。咁啊，即係證明真係回暖得好緊要。咁即係話啲購房嘅成本咧，肯定會增加嘅。唔明白，明白。咁即係一二線城市，你話價錢又升咗，利率又升咗，咁肯定即係購房嘅成本增加咗啦。咁有啲即係本身佢哋一二線啲城市價錢咧就唔低啦。好似你睇到廣州、深圳嗰邊都係。即係幾萬起嘅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咁啲客咧肯定都係會有嘅，咁佢哋想買房，咁佢啲購房嘅成本又增加咗啦，咁佢肯定都會即係往周邊啲城市啊去睇下有冇房。哦，即係換句話，一二線城市如果買唔到啲比較即係性價比高嘅，咁就會一路去三四線咁樣話，咁啊真係OK 喎，即係珠海中山應該都可能會受惠喎，即係好似廣州、深圳，即係大灣區呢邊啦，可能就珠海中山呢邊可能會。好多人過嚟買，所以就有這個嘅即趨勢啦。咁另外咧，喺香港嗰邊咧，又知道我哋香港政府咧就宣布咧會再派發呢一個嘅消費券。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互利互惠咧？又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新聞咧，係香港財政司嗰邊陳茂波先生喺立法會上面發表嘅一個財政預算案啦。咁成個預算案咧，可以睇到咧，佢係會同18歲以上嘅符合資格嘅市民可以活到5000元嘅消費券啦。咁佢呢個消費券咧就係分兩批嘅啦。然之後我哋睇到咧，統計處嘅數據可以睇到咧，預計到2022年底咧，香港嘅人口咧733萬啦。咁保守估計嘅話，即係本次符合消費券嘅人數咧，起碼係630萬以上啦。好厲害！咁即係保守估計呢個規模咧，大概係314億港元左右。咩概念啊？係啊，好多，係。咁呢發咗消費券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好處嘅，促進即係實體經濟嘅復甦啦，然之後激發潛在嘅消費需求啦。呢度咧，我想講分享少少故事，就係話咧，之前佢又派10000元嘅，咁啊5000元分兩期啦。好笑就係咧，有多啲即係我朋友嘅身邊啲父母咧，咁佢哋你知老人家咧就話：，有政府派消費券，我梗係去買嘢。點知佢哋消費嘅時候多過5000元或以上，即係其實。政府派5000元，我去了買個電器買了10000元，即其實真的有個實體增加個實體消費的喎，都不錯啊，帶動個零售業先。咁另外在珠海這邊呢，咁啊睇翻咧嗰個深珠交通咧再提升喎，又提速喎，唐家灣即將開通喎，係咩嚟嘅咧？唐家灣港咧係即係。位於唐家嘅後環呢個部分嘅，然之後到時咧呢個港口開通咗咧，到時去深圳啊，即係去深圳機場碼頭啊、蛇口嗰邊啊，
即係差唔多30分鐘就可以到啦。嗯，即係比以前話要去香洲港啊、九州港嗰邊搭船咧，係會快咗半個鐘左右嘅。嗯，咁其實我哋都知道話下環呢個片區咧，佢都係賣翻啲啊優質嘅海景房啦。係啊係啊。啊，比如話咩仁海、灣海半島啦，係啊係，橫跨洛陽灣啦。嗯，咁佢嘅地理位置咧係比較優越嘅啦。咁我哋都知道啊，30分鐘嘅路程。可以去到蛇口那邊、嗯、但蛇口那邊的項目呢、嗯、就很貴了，是啊，大家都知道幾倍以上咯，至少即是30分鐘樓價就差了3-4倍，是啊是啊、其實即以後呢可能會很多深圳那邊的人呢都可能會來下環這邊置業咯，是是，即其實這個區位價值都可以都是留意住的，是是啊，非常好、啊嗯，咁另外就睇翻咧，除咗頭先政策嗰方面啦，咁其實咧2月份啊，珠海究竟賣地嗰方面有啲咩提供啊？有冇啊？珠海呢邊嘅話，2月份都係冇新地推出同埋成交嘅，嗯，因為一般咧年初政府嘅話都好少話有推地嘅計劃啦，佢、嗯、哋一般都係籌備緊，然之後一般到3月份左右會有一個。全年的推地計劃咯，哦，即通常這個都那個即每一年那個計劃都差不多的，是另外是啦，除了地的方面跟住要看看住宅市場啦，那一月份的珠海市場呢個數據呢是哪個區跑贏呢，看回是我們先看總數據先啦，我哋總數據嘅話，可以睇到咧，成個網簽面積咧係上升咗，比上個月咧係上升咗53.6%。哇，差唔多五成喎、哦，係好即係、嗯、其實有一部分咧，就係因為一月份係過年啊嘛，有啲即係有啲網簽可能即係有啲需求啊，或者有啲網簽啲嘢，即係有啲會推後。滯後性咯，嗯，明白，即係變咗佢嗰個網簽就係嗰個元年啦，一次過就谷曬過完年後去做咁樣，哦，所以就變咗比例係有上升53.6%，我見到。但其實個成個市場都係回暖嘅，回暖翻嘅。然之後睇翻個價錢嘅話，其實都即係差唔多啦，都係以企穩為主咯。企穩，係即係目前話唔會好大幅嘅升價啦。嗯，但係即係以後嘅話，即係要睇翻個市場行情咯。哦，明白。我哋要睇翻成個趨勢喎、哦。成個趨勢嘅話，其實佢嘅供應方面咧係上升咗9.1%嘅。嗯、即是、比上個月是有些上浮的、嗯但其實它都是處於全年的低位啦，即其實供應都不算很多，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在這個位置都是比整個圖就很明顯看到它處於什麼位置了，雖然是比之前個月上升到九點幾，但是仍然都屬於全年裏面的一個是喎，即係最低位，見到係嘛？係可以睇到成個即係條嘢真係好低。係啊係啊，個跌白，嗯。然之後我哋可以睇到網簽咧係有個回升嘅一個跡象啦，可以睇到係比上個月高咗一截嘅。咁即係換句話，其實你網簽，因為你知道買一層樓落完訂翻嚟到網簽都差唔多係1-3個月到啦。咁、即係換句話，其實佢之前嗰再上一季佢哋個成交量都有翻咁上下，先可以支持到個網簽係有上升。即係有呢，即係有呢方面嘅需求積壓嘅。明白。係。我哋可以睇翻成個價格嘅趨勢圖啦，咁、其實可以睇到佢環比方面咧係下降嘅，咁唔係環比方面係上升嘅，同比係下降嘅，咁、相對嚟講咧，成個趨勢都係以企穩咯，即係但係成個降幅咧係有少少擴大。呢度可唔可以同觀眾解釋一下咧？即係嗰啲名稱，譬如話你價格趨勢環比同埋係嗰個同比降幅。就呢度可以解釋多少少，係我哋睇到同比咧，一般就話同上一年嘅同月份係，環比咧就話，比如我哋而家2月份啦，咁就同1月份對比咯。嗯，明白，即係一個就係我同上個月對比，一個就係我同一個月份，但係就同上一年對比。係，咁啊嗱，我哋又長知識啦，專業名詞。
然後我哋睇翻成個庫存同埋去化週期啦。我哋睇到二月份咧，成個珠海住宅市場嘅庫存量咧係674.8平方啦。去化週期大概係22.1個月啦。我哋睇到咧，佢嘅成個趨勢咧，佢向下降嘅。即係你意思講供應量向下降？哦，唔係嘅，庫存。庫存向哦，庫存 OK， 庫存。即係而家有幾多樓可以買？係咯，係咯。咁佢個去化週期22.1，即係譬如當兩年。係啊，因為我哋係參照即係三年嚟嘅嗰種去化週期去計算嘅，我哋用三年嘅。咁即係按照佢嘅平均嘅，即係去消耗呢個庫存嘅時間，大概係22個月咯。20個月到，即係按照佢平均嘅銷售面積嚟計。明白，明白。咁可以睇到咧，成個去化咧出現咗拐點嘅，即係成個去化嘅速度係增加嘅。嗱，跟住我哋又要解釋俾觀眾聽，拐點係咩意思？哦，係啦，即係你話，因為我哋咧有時要即係，佢係點解咧咁嘅意思？係拐點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話比如你話一路升啦，咁就好明顯啦，或者一路跌都好明顯啦。但係從升到跌或者到跌到升，佢出現一個拐彎嘅點，我哋即係出現一個轉折位。OK 啦，觀眾又可以睇呢個不動產報告可以。學到呢啲專業名詞係啦。我哋睇翻個成交排行榜啦。然後我哋睇到二月份咧榜首咧都係華發水郡花園啦，其實就係華發有一成跑出咗。其實佢都賣咗好多年㗎啦。係啊。然後佢而家推出嘅咧，佢好似係推緊九期啦。九期。係。佢而家推出嗰啲咧都係精裝嘅。咁華發裏面都佔4個喎，係你見到佢頭十位都佔4個，係因為華發就係珠海嘅大龍頭，龍頭企業啦，係啊。咁我哋睇翻香洲區啦，咁香洲呢邊嘅供應咧，二月份都係冇新增到供應嘅，咁佢嘅網簽面積咧係同即係大數據一樣嘅，即係同總體嘅數據一樣嘅，都係上升咗50%嘅。然後佢嘅網簽均價咧，其實都差唔多嘅，都係企穩為主。企穩咯。係。睇翻成個趨勢圖都可以睇到，其實雖然話佢係上升啦，但係同2021年比咧，其實仲係少咗啲啲。我睇到2021年嘅二月份係網簽成交咗5.2萬嘅。2021年。OK。都係啊，條巴。係。但係對比2022年咧，係會有上升嘅，咁其實都可以睇到成個市場係回暖嘅咯。係。咁佢嘅庫存咧，佢嘅走向咧，其實都同總體嘅嗰種走向一樣嘅，都係有個下跌嘅趨勢嘅。可以睇到咧，珠海嘅榜首啦，就係樂景洗月灣啦。係。佢呢個月咧係網簽咗73套嘅。咁佢呢個盤咧，佢係56棟咧，係舊年11月開盤啦。係位於香山湖嗰個板塊啦。其實都係比較核心嘅一個地段嚟嘅。核心地段係。佢係佢旁邊咧，佢有一個香山湖公園啦。然之後仲有一個珠海一中啦，好出名嘅。環境唔錯嗰度真係。係。佢賣緊嘅咧都係94到144、143平方嘅3-4房户型啦。哇！140多都算大户型噶啦，係啊。睇翻斗門咯，激烈，好激烈啊！個競爭斗門。斗門嘅話，佢供應咧係供應到1.23萬平方嘅。係。然之後網簽面積咧，佢係上升咗30%左右啦。然之後佢均價咧係上升咗少少，但係基本都係企穩啦。然之後睇到成個即係佢嘅趨勢走向圖啦。可以看到其實都算是這幾個月的高位了，你要看到即剛剛是這幾個月的高位。是嗯即可以看到它這個呢是跟2022年十月份即是國慶節期間是那一段差不多高。哦，因為 我知道去年國慶那時候抽了一波上來的那個成交。 OK斗門啊啦，觀眾留意住。
咁我哋睇翻大澳門嘅嗰個成個排行榜啦，榜首肯定就係、是、華發有一成啦，又係華發，佢係成交咗102套嘅，即係網簽嘅套數，係，咁佢嘅價格咧差唔多係13,000左右，即係呢個均價網簽均價，因為佢有啲尾盤可能會賣得平啲，係，但係而家佢賣揀啲盤咧都係差唔多14,000-15,000，湖心明月都係好咩，但係哇都拋離好遠喎。真的華發那裡拋離差不多 一倍喎，剛剛。其實點講呢，因為他哋兩個的區域不同嘅。係咯。因為華發一城咧，佢係嗰個另外一邊，然之後湖心明月嗰邊咧係位於嗰個湖心新城嗰邊嘅，即係成個區域的定位就不同。係。然之後佢同埋佢哋嘅精裝標準都不同。係啊，都不同，係呢個真嘅。係。因為華發一城咧，佢嘅價錢擺喺度啦，雖然佢係精裝嘅。它部分是無坯的，它也有一些是無坯的，但是它整個精裝的、就是、交付標準都是、因為價錢在這裡、看回橫琴啦、橫琴的話它這個月是、成交了 1.65 萬平方啦、是上升了差不多60%-70%左右啦，好厲害啊！上次我都去過橫琴嗰幾個咧，三個孖寶嘛，都係華發啦。你知佢哋都係華發噶啦。咁哇，好火啊！去到現場好火，即係成個市場咧，即係通關咗之後咧，橫琴呢個地位咧，即係好多人即係會諗住翻嚟買啦，因為就嚟就封關運作啦嘛。係啊，係啊。係。哇！六成上升咗，係都係比較多嘅。咁我哋睇翻排行榜啦，其實。都會看到基本是華發的，就是講緊啦，橫琴灣、橫琴府就是呢幾個啦。粵澳灣花園都是呢幾個。係啊，都係呢幾個。咁我哋同睇翻高新區啦。高新區呢邊嘅話都是上升了50%嘅，成交都是2.8。好犀利喎！全部平均數都去到兩位數字，30%、50%同60%咁樣喎。全部都是上升緊嘅。即係講緊係同上個月比，同上個月比。嗯，其實同去年的同期比咧，因為去年的二月份咧係過年，即係今年過年是提前咗一個月嘅。係係係。咁佢係上升了90%左右啦。咁因為過年啦，過年好多嘢都會推後嘅。係。咁我哋睇到咧，排行榜呢邊啦，隔離海岸啦，係榜首賣咗成60套。然後它的均價是3.23萬左右，它的網簽面積是0.59萬平方啦，它是位於我們唐家這邊，都是一線海景房為主，很漂亮的，我們經常去那裡吃東西，我們這個位置茶餐廳都可以看到海景。其實剛才也有說到，其實到時開了那個唐家港，其實到深圳其實很近的，應該到時就可以有一撮嘅，即係兩地大家嗰個交通方便咗好多，兩地都可以互相啲人互相交流多啲係。然之後都有可能，即係話成個區域價值會提升啦，一定唔排除話會升價嘅可能啦。係啦，因為佢你路通人通嘛。係。係啊。咁有入手嘅準備啲觀眾啦，都可以準備入手啦。係啊，留意一下，留意一下。然之後睇翻金灣區啦。金灣呢邊嘅話，佢係上升咗差唔多16.1%嘅 percent， 咁嘅網簽面積係2.88萬啦。咁睇到佢成個走勢咧，其實係同上個月比係有上升嘅，不過點講咧都係唔算話好高。佢嘅上升嘅幅度咧都係全珠江入邊即係比較平穩嘅一個，係。咁佢嘅榜首咧就係珠江新城啦。咁其實珠江新城呢個盤咧，佢係位於喺金灣紅旗嗰邊嘅，但係佢離嗰個湖心新城咧又好近。所以佢就過咗條橋就係到湖心新城。所以佢享有一個即係地理位置喎。係地理位置。然之後佢嘅均價咧係1.41萬左右。就是呢個吸引咯，係就係呢個吸引，就呢個好吸引。你想到去到湖心新城都是要16,000左右啦，係咯，佢呢個14,000就差不多。特別紅旗那邊咧，之前我都有去幾個盤睇咧，佢都是明顯都是個性價比都好高嚇，係比較高嘅，都不錯的呢、這個盤，都唔錯啊嘛。
我哋睇翻政策方面啦，即係成個總結啦。係啦，咁啊睇翻啦，就係、是、以上呢個報告咧總結同埋，誒點樣去預算一下先，有冇啲？我哋睇到咧政策方面咧，即係喺政策嘅加持下啦，成個商品房嘅換面即係好明顯啦。嗯。升價嘅嗰、那個城市數增加咗。係。然之後升價嘅嗰、那個比率又升增加咗。係。咁然之後珠海呢邊咧又開咗一個唐家港啦，準備開啦。係。咁可能就進一步嘅吸引深圳啦，然之後香港呢邊嘅客户過去投資啦。嗯。然之後高新區嘅片區價值又進一步提升。係啊係啊，見到係啊。然後土地方面呢，咁呢個月同上月差唔多啦，都係冇新增到供應嘅同埋成交嘅。咁我哋即係預判咧，應該三月份左右都會有個全年嘅推地計劃。咁有可能咧都會有新地推出咯。我哋期待下咯。期待下啦。好啊，好啊，咁啊，係噃。咁如果婷婷啊，如果我哋即係觀眾話喂，我唔夠喉啊，咁啊又覺得咁詳盡，可能佢哋又睇唔切，咁可以喺邊度再去即係瀏覽翻啊？如果全份報告嘅話，係我哋 V 家太樓個 app 入邊有個全份嘅報告。係咪就係好似熒幕上邊寫住我哋有 V 家嘅太樓王啦，有 YouTube 啦，有 Facebook 啦，有抖音同埋有小紅書，咁有齊曬呢五個 QR code 咁啊掂曬啦！大家咧就影低可能截圖或者係真係用手機即刻去即係、就是、去加一加我哋呢個二維碼。咁啊，掃一掃二維碼就即刻可以詳盡報告喺你面前噶啦，好嘛？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好冇？唔該曬，拜拜。